稻香，谢谢。哇哇哇哇！发生了什么？救命！哇哇！0.0001秒，好不好？1:0，1:0，1:0，哈。第二首《虫鸣鸟叫》，嗯，3:2班。第二首，请放音乐。刚刚听到了，3:2班。哎，3:2班，好。还没放你。我听到那个，我听到乒乓球的声音了，噼里啪啦啪。好，第三首，开始音乐。开不了口。哇！哎呦，好帅啊！田老师，我也刚刚想拍。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夜一定会呵护着你，也逗你笑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这是郭富城的动作啊。我自己也是很迷恋自己的歌曲的，不是这个，哎，而且啊，你猜对你自己的歌，你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我很开心。第四首音乐，前世情人，可以。下一首，请放音乐，双刀。哇，苏涵开始发威了。哎呦，你不要用乌刀，就要来掩盖你的尴尬，好。全场3-3打平。哇，我的音乐种类太丰富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下一首，请放音乐。哎呦，这个，他的睫毛。哇，好刺激哦！等等。苏涵，送你一句话。我的天哪，怎么可以那么假啊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没有，你没有让我吧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有点短路了。来，继续下一首音乐，开始音乐。完美主义。赢了。完美主义。对，现在是5-4。5-4。杰伦老师落后一分。还剩这很关键哦。关键非常关键。真的不要让我。来，第九首，让我们一起来放音乐。龙拳。拳霸啊！哇，杰伦老师以微弱的优势爆出了“龙拳”两个字，5-5打平。来到赛点了啊！来到赛点了。赛点了，最后一首啊，苏涵加油哈！好了。最后一首，请放音乐。霍元甲，厉害！